采用了同人三本著的东方 Project 作为题材，号称唯一获得作者神主授权的手机游戏东方 Cannonball 终于在日本上市咯。这是一款采用 Life 2D 的大风类型 RPG 游戏，玩家可以收集灵梦、魔理沙等熟悉的东方角色，一起投掷骰子在棋盘上争夺冠军的宝座。游戏中没有地皮的概念，相对的你可以在地图格上获得 CB 点数，也可以使用角色技能来自由移动或是瘫痪对手等等，有时候还会遇到不同的事件。而当你踩到战斗格时，就会变成回合制 RPG 的方式来对战。游戏中收录了大量的东方名曲，如果你也喜欢东方，请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款游戏哦。